什么？数学只考了三分？你是要气死我吗？啊，您先别急呀。我能不急吗？这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别担心，我这儿有件礼物给你。礼物？孩子，来吧。我糯米粉、玉米淀粉蒸熟，加黄油搅拌，揉成面团，放冰箱冷却。面皮分成等分，包上桃酱和打发的奶油，用刀背做出桃子形状。蜜桃雪媚娘，这是孩子特地为你学做的，请尝尝吧。天啊，太好吃了！他说要给仙女妈妈做一个母亲节礼物，我就教他做了这个。你这个儿子呀，做饭特别有天赋，就是个神童啊。妈，不用为我担心，我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当食神。小子口气不小啊。